没有办法。不是六月一号先看完了，自己想办法，然后六月六号就是真的要把那个办法用出来。然后因为他网站应该是日文的，所以我在想啦，中文都有啊，有英文有英文，我们都有，我们都有。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国际观的一种想法，就是希望能够在这种卖票的过程当中，让大家得到不太一样的那种买票的尝试啊，少在那边装了，你知道抢多少国外的票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楚河今天真的很开心你来，然后今天看到雅妍跟你合体，两位今天真的是特别拨空来的，然后在记者会的最后，好不好？再认认真真的谢谢大家，谁先来？健康力怎么分配一下？大哥又我怕，我就讲，我刚刚忽然知道我为什么，就是经过刚刚那一番折磨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特别有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的造型啊，好，你知道，其实他的造型有一点，他今天感觉，雌雄同体那种感觉，可是有女人的妩媚。然后这特别是因为我们去东京嘛，她的服装其实有点暴走族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从以前就是对不良少女就有特别的那种，你知道？她完全其实我可以想到那种画面，就比如说她是一个，她后面就可能是有什么二代目之类，然后日本一个飞车暴走族的首领，可是其实是女生。我懂。然后我可能是一个学生，我经常被欺负，然后结果后来她霸凌霸凌，加入了她的组织之类的这种。哎，对吧？这剧情可以吧？大家会看吧？会。那第二集就这样演好。爱上哥们趴土这样。好，我们就在东，直接在东京取景。要。你就演那个暴走族，然后在前面骑，他们全部都在后面帮当你的。OK， 我知道，就是我一直去会场，我在会场等你们。Q 什么啊？对啊，好，这是陈楚河，就是以最庄重的方式跟大家做的最后。你知道每次把场子交给他之后，就是会有意外的惊喜，这就是记者会上最让大家期待的地方。那你还有一些比较严肃的话要说？没有，谢谢大家。换他说，那雅妍来说。我觉得每次到我这边都会突然间冷掉的。没有冷掉，是你没有。当然觉得很开心能够在海外跟大哥合体，因为等于是我们第一次在走出台湾去到另外一个国度，然后我觉得很开心，然后这是一个新的尝试，然后谢谢大家的一路相伴，谢谢大家的不离不弃，然后我觉得这一年多来可能我们都有所成长，那希望能够在见面会的时候再次的跟大家玩得很开心，虽然我们应该会比较成熟一点，但是我也相信绝对成熟不到哪里去。他们两个为这一场这个东京见面会，然后跟大家做了对自己内心的说法跟描述，只要你们对我们永远有需要，我们会一直不断的给予大家。东京见面会记者会在这地方圆满结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太主播的朋友，东京见，爱不杀青。